是开玩笑的哎。哇，超大，很夸张哎，比我们的脸都还大，三个脸加起来的还大，塞得很。这个要怎么吃？对，有没有顺序？哦哟哦哟，大家都要从它下面的料先吃，下面的料。哇塞！你这样好吗？你跳软胶质啊！妈，你说胶质在哪？我很需要。哦，这是白菜。哦，你看专业的精华在这里。精华在这里。然后哦，这个五溜五溜的。查某的过江，讲过会夫，查甫过江夫。哎，我就喜欢有江夫的男生。哎，我需要过会夫。吃一口，它从喉咙热到我的胃去哎。有一个人听吼，伊讲咧，讲我用白嘛，要白来这点咧。阿妈，如果啊，我食量比较小，一定只有这种，是这个 size。哦，没有个人锅呢。没有没有，因为我们的鱼就是比较大，你如果要把它做成小块小块会。所以不给大大所以我们鱼头就是这么大然后刚好放在这个锅子是刚刚好就完全定制化特有这也算是一个特色所以你们是为了鱼的尺寸所以去定制这样尺寸的锅子没错我们在卖就差不多要10斤八斤上才有在卖啊啊这个一只鱼的啊这个30几斤的啦这个一半鱼你看它那么大了难怪要定制一只鱼比你还重，你要确定哎，你要确定哎，没有真的啊，我们有那个卖65斤的啦，那个店妈你忘记了。刚刚你们讲到那个火锅料，我很喜欢，刚刚有个香菇，它后面是香菇，然后它里面是，然后下面是丸子，那个很特别。哎，你这个都特别的，对啊，我那做好吃。这个泡饭真的是白饭就很入味，很容易吸饱这个汤汁。对，还有那个，而且那个油，哇，有那种天然勾芡。我们这个冬天在-20几度，那个油不会那个凝固。哦，那个好的鱼油啊，对，我们加鱼油那个喝的油啊，鱼油是喝的油，你买给你助理个吃，我你个你买不买给他？鱼油对大脑好。鱼油哎，你咱的。哇！啊，这是整只鱼还是只有哇半只？你们看这个鱼肉，哦，特超的，来，以前我认识的鱼，这都压切的啦，哎，生的啦，对，不没有在养啊，没有，嗯，哦，哇，这完全不一样，那有多大？30斤，哇塞，哦，这是只有头的部分嘛？哦，没有，这是一半呢，炸好，这是一边脸颊而已耶。看一下这个鱼肉的部分，好厚实哦。它大概多长啊？这种这样，安呢？哦，身体而已哦。等等，等一下，你先看这个头，你刚刚那影盘。哇，这个好大！你为什么看它的肤色？我阿公抓那么多年的鱼，从来没有看过他抓过这么大只。我在嫌弃你阿公啊，今天有20公斤吧？哇，哎，这真的是这个一个大腿的长度哎。